我今天又要来对某人下诅咒了。大家都知道我最讨厌吃货们了。今天我要来对依依施加恐怖的诅咒，让她身体都不能动。皮皮卡皮啦啦嘟嘟丽娜，在这里都不能动。砰！接下来要怎么办？怎么会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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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脚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全身吗？不然呢？现在怎么办？不要再演了，起来！我真的不能动了。难道是中了黑魔法的诅咒？要解除这个诅咒，我们必须一人完成一个任务，完成它才可以解除诅咒。好，我先抽第一个。您不用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我先来帮你擦脚。不好意思，我腿太短了。先来帮他擦脚，首先要先脱袜子。你明明就很爽。一只就好吗？还差两只。一只就好。好，我要擦了，先擦这里。我再擦一下指缝。第一次受到这样子的待遇。哼。看来他很享受不能动，那我就给他搔痒。恭喜甜甜完成挑战，接下来换我。耶、希望不要是太难的。你刚刚蛮开心的啊。就这个了。好紧张哦。出手毛。烦呢、欸，为什么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莹莹的手毛，其实蛮明显的，梳起来应该很有感觉。好痒哦。而且我们是帮你用无痛的除毛，用这一罐。神奇小粉红，这好像是无痛的。你反正你又不会有感觉。我不知道，我这样太薄了是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是怎样？是把你的毛也剃光？不可以！下次魔力诅咒两个死定了。有耶、欸、你的毛是咖啡色的。对呀、啊、是不是这样魔法就可以解除了呢？会动了吗？好像可以动了耶。花姐，可以吗？居然完成了任务，可恶！之后我一定要再给你们下更多的诅咒。天哪，到底是谁这么邪恶，对我下这种诅咒？希望我们之后不会再有这种诅咒了。嗯，好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帮我点一切赞，我就去拍下一集，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呢。那之后我们再见喽。